第二首歌，哎呀，第二首歌是因为有人点了，然后这首歌我好久没唱，然后因为他点了，想说好我唱一下，对，对，那个人是他，对，对啊，对，然后他就反正就是他，哦，他是阿达，他等一下会上台，然后他大概两个礼拜上来唱一次，然后。我就是唱的也不好，然后弹的也不好，然后可是都会被他拉上来当他的吉他手。对，就是因为找不到人，找不到别人当他的吉他手，他只能找我当他的吉他手，何苦呢？阿达，对，有更好的选择。哎，好，对，然后这首歌对我来说也默默的，就是有一，就是有个回忆啦。因为我不唱他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团解散了。对，突然又要哭了。对，就是这首歌是以前的团很爱唱的一首歌。对，然后可是后来解散之后，就是再也没唱过这首歌，就不想唱了。对，然后也是因为解散之后，然后硬逼自己要练吉他，对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当我吉他手。对，虽然说我还是很破，哎，对，一年多，干嘛那么多废话？好，这首歌是。我想要喝水，我可以喝水吗？好。你在喝什么？好，这首歌是有星星的晚上。
是大肠镜痛。